今日條片我就做個及時嘅 update on 幾樣重要嘅嘢。第一，美國債務嘅回報率由 0.5% 升咗三倍，去到 1.4%。依個對股票市場同埋尤其是科技股有咩影響？第二，大家可能聽過 yield steepening 依樣嘢，究竟佢係咩嚟嘅咧？同埋對咩行業有幫助？第三，市場而家 price in 緊通脹會去到 2.3%， 係八年最高。第四，點解啲科技股跌，但係個市就唔係好喐？究竟乜嘢股票或者行業係升緊呢？第五，好多商品除咗黃金之外，依幾個月都升咗好多，有啲仲創造八年新高。究竟發生嘅咩事，同埋跟住會點？咁依條片我就會講以上嗰五樣嘢，同埋佢哋對市場嘅影響。同埋如果真係冧市嘅話，有一方面我係好擔心嘅，就係 ARK ETF 同埋佢揸住嘅股票。咁首先講美國國債嘅 yield 個回報率先，因為所有嘢都由嗰度嚟。咁美國嘅十年債券佢個 yield 由上年七月 0.5% 升到而家差唔多 1.4%。同樣三十年國債嘅回報率都升咗好多，由上年 1.2% 而家去到 2.2%。但係短期債務嘅 yield 就冇變過，都係喺 0.1%。咁第一個問題就係、是，點解美國啲長期債個 yield 個回報率喺度升呢？ yield 係點樣計出嚟嘅呢？就係、是、利息除俾個債券嘅價錢。所謂個 yield 升，其實係因為債券嘅價跌緊。換句話，啲投資者喺度沽緊十年同埋三十年依類型嘅 long term bonds。點解佢哋要咁做呢？拜登新嗰個 1.9 trillion stimulus plan 有關。因為政府用咁多錢我嚟刺激經濟，就自然會 create 一個 byproduct 出嚟，就係通脹啦。你幻想自己係一個美國債務嘅投資者，本身一張十年債券只係俾到你 0.5% yield 嘅啫一年，但係跟住拜登上咗任，然後 Democrat 又贏埋個 Senate， 而家就推動一啲超級大嘅 fiscal stimulus 嚟刺激個經濟。雖然依啲計劃可以刺激到個經濟，但係亦都有個負效果，就係、是、會創造通脹，同埋令到美元貶值。咁身為一個外國嘅美國債務投資者，你見到美元將會貶值，同埋通脹將會升，咁仲值唔值得揸啲每年俾你 0.5% 回報嘅美金美國政府債券呢？當然會變成冇咁吸引啦，所以佢哋就開始放依啲 bonds， 令到十年債券、三十年債券嘅價跌。或者調轉睇，令到個 yield 升。但係點解啲 short term bond 兩年嘅債券嘅 yield 又唔喐呢？因為個 Fed 美國中央銀行係可以控制到 short term 嘅 interest rate， 例如用 QE 嗰啲咧，就可以撳低短期嘅債務回報率。而佢哋咁做係想令到借錢平啲，我嚟刺激經濟。這個就係中央銀行成日做嘅 QE。OK， 咁解釋咗點解個 yield 喺度升緊之後，點解會令到啲科技股跌呢？其實唔止科技股嘅，所有 growth stocks 都會受到影響，因為佢哋對 long term interest rate 係敏感啲，即係當長期嘅利息升嗰時，啲增長同埋科技股票就通常會跌。原因有幾個，第一，好多依啲科技股都未賺錢嘅，有一部分仲要係燒緊錢添。咁啲錢邊度嚟嘅呢？就係借翻嚟。如果利息升嘅話，咁唔止佢哋要燒錢 for 佢哋 operation， 佢哋仲要燒多啲錢我嚟還嘅 interest。第二，當計一間公司嘅價值嗰時，分析師會用一個叫 DCF 嘅 model，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佢嘅原理就係將每一年嘅 cash flow 加翻埋一齊，我嚟計間公司嘅價值。例如今年間公司可以 generate 到幾多 cash flow。下年有幾多，但要打個折俾佢，我嚟計翻個 present value， 然後再加下下年同埋四年後、五年後等等。但係每年咧都要計翻個 present value 嘅。如果大家記得點計 present value， 就係個 cash flow 除翻俾嗰個利息。所以如果個利息越高嘅話，咁個 present value 就越低，令到計出嚟個股票嘅價值越低啦。第三個原因，科技股跌。因為全球而家都開始個 vaccination program， 以色列就最快手，差唔多一半人口已經打咗針，而個效果 so far 見到都幾好。
咁大家估計唔會好耐之後，啲地方都會 open up 翻噶啦。而上年股票市場炒得最勁嘅就係 work at home 嘅 theme，例如 Zoom、Fiverr、Upwork 呢啲，所有都係 benefit 咗 from 個疫情。但係如果個 economy reopen 啦，啲人可以出翻去，可以旅遊，咁嗰個 theme 又唔同噶咯喎。所以依排炒起嗰啲係酒店、airlines、遊輪，即係依一年大家都用唔到嘅嘢，終於 mass produce 到啲 vaccine 啦，令到個 theme 而家就轉去嗰度。咁買依啲股票嘅錢要喺第度嚟噶嘛，而佢哋就喺科技股度 rotate 過去。尤其是啲科技股上年升得咁多，大家都知道好多係 overprice 噶啦。同埋大家都明白，如果個利息繼續加嘅話，對佢哋個 valuation 都會有負面嘅影響。因為以上嗰三個原因，科技股呢個禮拜都好弱，會維持幾耐呢？咁就要睇個 yield 係咪繼續升啦。如果佢維持升，同埋個 vaccine 即係好有效，令到啲人可以再出翻嚟去旅行，生活去翻以前咁樣，咁我都幾肯定今年科技股嘅 performance 唔會好似上年咁犀利。其實唔單止佢嘅 performance 唔會好似上年咁好，其實我仲有一個更加嚴重嘅擔心，係關於 ARK ETF 同埋佢持有嘅科技股。第二部分就解釋乜嘢係 steepening。咁大家可能以前有聽過 yield steepening，其實嗰個 steepness 嗰個斜度咧，係講緊長同埋短期債嘅 interest rate 嘅分別。例如頭先講過短期債兩年嗰啲，而家個利息都係0.1%，但係十年嘅已經去到1.4%啦。所以個分別 between 十年同兩年就係1.4-0.1，即係1.3啦。依個就係嗰個 steepness 個斜度啦。咁乜嘢係 steepening 咧？點解講到佢越嚟越斜咧？因為唔係好耐之前，個十年回報率仲係講緊1%，所以佢同兩年嘅差價只係0.9%。換句話，幾個月前呢個斜度係冇咁斜嘅，而家就越嚟越斜。咁抽象嘅嘢關我哋咩事呢？不如阿朱直接啲話俾大家聽，對咩股票有好處啦 ？Yield steepening 對乜嘢行業有好處呢？金融機構，例如銀行。銀行點賺錢嘅？首先佢要儲啲錢翻嚟。叫啲散户擠啲錢落銀行嗰度，然後就俾個利息佢哋。佢俾邊個利息呢？就是、一個短期嘅利息。然後銀行就會將佢儲翻嚟嘅錢借出去，例如一個 mortgage 咁樣。而 mortgage 係 charge 一個長期嘅利息，所以銀行賺嘅錢其實就係長期同短期利息嘅差別。如果個差別越大嘅話，即係個 yield curve 越斜，銀行同埋好多金融機構都會賺得多啲錢。例如呢個 Vanguard 嘅 financial ETF 持有好多大嘅金融機構，例如 JP Morgan、Wells Fargo、Citi、BlackRock、MS 等等，佢淨係今個月都升咗10%。講完 yield steepening 啦，第三 part 講通脹。咁之前提過，其中一個擔憂令到啲投資者放美國債務，係因為擔心通脹會侵蝕債券嘅回報。現時個市場已經 price in 緊通脹會去到 2.3%， 依個係八年嚟最高嘅位。其實好多商品喺依六個月個價錢已經升咗好多，例如 copper 半年升咗 40%， 腮邊黃豆升咗 50%， 豬肉都係啦，木又係，油、白金、鐵依啲所有都升咗幾成，仲要而家係喺幾年嘅高位度。或者簡單啲可以睇 DBC 呢個 ETF， 佢就揸住好多商品嘅期貨，包括油、金、銅、粟米、糖、麥同埋鋁。佢個走勢上年三月跌完之後，而家已經 recover 翻曬，去到仲高過2019年嘅位。所以其實通脹已經喺度，但可能暫時仲喺啲 raw material 度，啲上流嘅嘢。如果繼續持續嘅話，就會流到去下流，由貴嘅黃豆去到貴嘅豆漿，由貴嘅豬去到貴嘅叉燒包。咁如果通脹真係好犀利嘅話，會點樣呢？中央銀行就會增加利息，我嚟控制個通脹。而家美國 Federal Reserve 個 interest rate 仲係0.25% 嘅嘛，差唔多係最低嘅啦。如果通脹開始 pick up 嘅話，去到三或者以上，佢哋就會要提高個 interest rate， 同埋減走市場嘅 liquidity， 即係 QE 嘅相反。咁同樣，佢對股票嘅影響都會係 QE 嘅相反 ，QE 令到股票升，
但係當你拎走 QE、拎走啲 liquidity 嗰時，股票就會跌啦。咁呢度就一個快嘅 update 俾大家，按今個禮拜最重要嘅嘢、最多人講嘅嘢，市場跟住點呢？我就會留意住美國債務嘅十年腰，睇係咪仲係繼續升，因為呢個 rotation 即係由科技股 rotate 去 cyclical value 股票，呢、這個 rotation 都講咗幾個月㗎啦。好多時 rotate 一個禮拜，跟住又停，然後又翻翻去科技股。今次個 rotation 大概發生咗三日啦，咁俾多幾日嘅時間佢睇下係咪入翻科技股，定係繼續買呢啲 cyclical 嘅股票咧，例如銀行、material commodities 或者 consumer 嘅 travel。如果呢個 rotation 真係繼續嘅話，越嚟越多資金由科技股票 rotate 走嘅話，咁我就有少少擔心會造成一個骨牌效應，尤其是 ARK ETF 揸住嘅嘢。想紧贴更多理财、投资同生活嘅资讯，就继续留意我哋唔同嘅平台。记得订阅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个钟仔。